15 了 ，30 了，两个。漂亮。Game. 结果拉。圆。这个弗雷西只是低级魔球啊！我的呀，刚出完还拿分儿。运气。弗雷西，哎，没有了。这个没问题啊。弗雷西再次拿到。没有。弗雷西这样非常。漂亮，正拍的反斜线。漂亮，雷西。好球啊！姐妹，那么依靠内角的发球，弗雷西率先的拿下第一盘6-3。哇，抡到天上去了。没有，没有了，2-0，又是一个接发球制胜。没了，哎，
好球啊。好球，这个球没问题。点内。没了，再次被破发，3-0。这是一个机会球。终于拿下一个比较长板的分数。该拿下这一分啊。又被追到。哇，这个球压到了脚上啊。没有啊，这个球。球前冲的比较快，那么没有了，5-0。哎呀，滑倒了。这只要没事就好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这个。正常的草地的一个，没事吗？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应该没什么事啊，只要不是崴脚或什么的就行。40-0，一个 ace 结束了。整场比赛，那么弗雷西就以6-3、6-0击败了郑钦文啊。那么